老头子，老头子，干嘛呢？你知道我找你来干嘛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看你身后，你看你身后这里，往前一点走，走走走，我们赶紧过去。哪里？你看你身后。工区。不。食品店。不要朝两边看，往后看。你看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你看，都是你干的好事。我干啥了？不信你进去看看喽。你看你生了一堆小孩子，这下怎么办呢？这不都是你生的吗？一二，这里全是门。你能不能长点眼睛往后看？生了那么多小孩子怎么办？这么多，肯定不是我的。你不记得你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之前，不对，你失踪了一年啊，然后就带回来那么多小朋友。你说不是你生的，我还去那个谁，我还去二医院给你付了手术费呢，没想到是十胞胎。我连女朋友都没有，哪来的孩子啊？你在这瞎扯淡！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多像你，这不像我，你看这我们的孩子啊，这我们的孩子，你看他像不像我，成不成是你的孩子？这真不是我的孩子，我不管，他都是我们的。你生不生？你养不养？你快给我去打工，快点把你的开关，我跟你说，把你的开关放到对面。对，没错，快放吧。弄走了。能拿出我的，拿出我们的孩子。我看一下。然后把他放出来，喂他吃好吃的。他叫七七，你知道吗？七七叫爸爸。我是你妈，快叫爸爸就给你吃烤鸡。妞妞妞，吃不吃？完了，不会是个哑巴吧？我有哑巴的基因吗？你看我说话那么大声。我说话也很大的声。那哑巴遗传谁的呀？你不能自己喝呀，是给琪琪喝的牛奶，你自己喝。我没喝。那你舔啥呢？你舔瓶盖子你。我给他了，你拿给他，我怎么没看见？我直接扔吧。哎，算你机灵。原来要直接扔给他。对啊，你不扔给他，他怎么吃啊？怎么长大？我还以为我要自己喂呢。土豆哥哥喂蛋。你自己等会儿，停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有奶吗？奶粉呢？这不是奶粉吧？这牛奶。这母乳吧？这牛奶。这母乳。牛奶。这母乳。土豆哥哥的母乳。孩子跑了，孩子跑了。完了，等一下丢了你负责，娃都丢了。完了。巴拉这个粗心的母亲。你还不快把他找回来？完了，这娃不见了。你看这下去哪里找？我往高处找一下。你在去哪里找吗？难受。往高处看一下。高处哪有啊？你把我孩子丢了你赔。我赔。你给我再生一个。我的天。他叫小蓝兔。不，他叫七七，我再生一个，我要叫小蓝豆，小月豆。